哎呦，圣上，他踢你呢。哎，你即将临盆，现在无事就不要四处走动了，小心身子。圣上整日在贤妃殿那儿都不理我了，臣妾也想你嘛。近来朝中局势复杂，外忧内患，你多听些话，皇儿才是最重要的。听见没？你最重要。娘娘留步，贵妃娘娘和圣上正在里面有事相商，此刻进去怕是不妥。圣上昨日说想吃我做的点心，这才巴巴的做了赶来呢。劳烦公公禀报一声，就说是我来了。这。娘娘稍后。圣上，贵妃娘娘，这是贤妃娘娘送来的点心。谁？贤妃？她当她是个什么东西？还国公府出身，半点规矩都不懂。圣上，可得为臣妾做主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莫生气，莫生气啊！莫动了胎气，朕心里自然是你更重要些。让他回去。别来生事。娘娘，圣上说，本宫都听见了。多谢郑公公，本宫这就告退。哎，娘娘这……你以为他日秦贵妃生下皇子，你在宫里还有活路吗？